乃兵中之王，亦为九长之首，但枪最锋利之处只有枪头六寸之位，故意远攻不易近战，正是枪似游龙，不出则已，一出勿要置敌于死地，故名夺命枪。一点寒芒先到，随后枪出如龙。枪出如龙，索命夺魂。横枪勒马，舍我其谁？枪飘四海，咫尺天涯。一片赤胆平万世，手中长枪定江山。